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美聯物業 Ella， 今天帶大家看一個荃灣地鐵站旁邊的單位洲客城大廈，兩房單位284尺，咁我哋依家入去啊！一入門口就有一個時時正正的飯廳嚟嘅，咁就呢邊有一個廚房，隔離就廁所嚟噶。一個小的睡房都很光猛的，這個就是主人房來的，有對流窗的，個廳外面有個荃灣市中心的景來的。這個是唯一荃灣40萬樓下首期的兩房單位的市中心的，如果有興趣，打我電話9176293939，個單位已急㗎啦，可以隨時睇。